自走讲话，自走讲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黄仁勋他刚刚步入了步出云达的摊位，而且他现在正准备往前走，走到下一个摊位当中。不过呢，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多人簇拥着他，媒体也围绕着他。目前他刚刚是收到了桌球拍以及龙的雕像的礼物，所以目前他刚刚是说他很喜欢这个礼物，很喜欢就是现在两家的继续合作的状况。而且目前很多粉丝都正在围着他，想要跟他签名拍照。不过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三楼的摊位，云达其实和下一个同音的厂商摊位有一段距离，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走廊上想要跟捕捉他的画面。不过因为目前的状况是非常急，而且他有很多的保镖正在旁边维持这个安全，维持秩序。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夯了，所有人都围着他，他的人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下一个摊位目前呢，我们收到的状况是要到维影的摊位，剩下10公尺就要走到维影摊位。我们看到维影的董事长总经理已经在门口迎接了。我们想要询问一下董事长。董事长你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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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董事长在这边已经迎接了黄仁勋在这边到来，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现在根本握不到手，隔空握手，终于见到面了，一见面就来一个热情的拥抱，而且要对着镜头拍照。 We 那个黄仁勋他一来到唯一的摊位就大喊 We win Yes。Whoa, I come to your home with so many people.黄仁勋现在正在跟维影的长官一一的在握手，而他等一下就要进到维影这边的摊位。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云达那边已经有摆出一个 AI 伺服器的这个产品在这边，现在是每一个摊位跟惠达合作都有摆出他们的产品，就放在摊位来这边作证。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黄仁勋正在和董事长进行谈话。Taiwan is all of our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have been so supportive of our company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o thankful. 黄仁勋是谈到说，台湾的民众都非常热烈的欢迎他。台湾是一个温暖的地方。Okay, tell me about we win, we win, we win. Wow. Walking back. Not pushing it.后面有墙，后面有墙，好，我们来看到黄仁勋啊，今天呢除了会在这个台北电脑展呢有发表演说之外，今天还去参观了这个供应链供应商的这个摊位，现在已经来到了维影，跟他们的高层有所互动。